是黑天。我们的大力金刚啊，就是马哈巴拉，马哈巴拉，这也很巧啊。我移民到美国啊，第一个住的地方啊，就叫做巴拉，巴拉，巴拉翻成这个中文叫什么呢？叫做护法，护法。我告诉你哦。有两个跟师尊签合同，有两个主要的护法神跟师尊签合同。第一个护法神麻利支天，麻利支天是我们真活宗的护法神，麻利支天有经典留下来，你们看麻利支天经，麻利支天经很短。很短可以背的，他是跟师尊签合同要护持真佛宗。第二个护法神就是大力金刚，跟师尊签合同的啊，就是我撒印了以后他也撒印啊，两个人撒印，就是契约，这是契约的，这是在律师面前公证的啊，公正说我们，我跟他是契约，是帕纳，是帕纳啊，师尊跟大力金刚是帕纳，所以我今天要传大力金刚，主要的他是我们真佛宗的签约的护法神，他护持真佛宗，所以要传大力金刚，到今天才传，我还有很多东西没有传。